过来一起吃蛋糕啦。今日阿大自己整咗一个蛋糕，佢好想同屋企人一齐食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个蛋糕分做八份，睇落去好好食。婆婆翻到屋企啦，佢好中意食蛋糕。翻到嚟见到有蛋糕喺度，拎咗一份嚟食。公公喺房睇紧书，跟住出嚟见到有蛋糕，佢都拎咗一份翻房。一路睇书，一路食。妈妈都翻咗屋企，佢见到有一份蛋糕，蛋糕上面写住俾妈妈。咁佢知道係阿大留俾佢食嘅，佢好開心咁慢慢食。爸爸睇緊電視，阿大拎咗一份蛋糕俾佢。阿大都想一齐睇电视。佢要拎一份蛋糕俾下一个人。阿大下一个要拎俾嘅系依依，依依做紧嘢，都系唔好嘈佢啦。下一个梗系要留一份俾叔叔啦。佢喺出面做紧嘢，咁放喺呢度等佢一阵食。梗系要拎俾细妹啦，细妹打完篮球。一定好肚饿，拎一份留俾佢食。啊，阿大唔记得咗，原来自己都未食。好彩仲有一份。
大家都食得好开心。真是第一次吃到这么好味的蛋糕。阿大和细妹都准备开餐一起吃了。